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最近不少主播都在挑战单排100连胜，没成功的话就会立下各种 flag， 像是剃眉毛、剃光头等等。其中张老三和赖神这样的技术主播都没成功，不过主播天赐最近在直播间千万粉丝的见证下，达成了100连胜的成就，并且是全程单排，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韩信这个英雄，确实很不容易。单排100连胜这个成就放在普通玩家身上，基本想都不敢想，因为王者荣耀的匹配机制会把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天赐这次的单排100连胜也是从青铜开始打起的，从2月25号开始，在3月2日完成。他用的是本命英雄韩信，期间遇到了不少奇葩队友，包括挂机的、吵架的，还有谈恋爱的，也有抢位置却实力不行的。但天赐的心态一直都没崩，一直在好心好意劝队友，甚至让不少队友感动了。再加上他自身的实力确实过硬，最终实现了这个成就，粉丝们也一起见证了这个时刻。天赐的100连胜是从青铜打到了王者20星，有95场都是用的韩信。其实王者20星并不算是很高的段位，但单排100连胜考验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实力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匹配到的队友，能不能带比较坑的队友获胜才是关键。其实这也不是天赐第一次挑战100连胜了，但之前总有人吐槽天赐必须得带个辅助，不敢单排，没有辅助的话就不行。也有人说天赐就是纯娱乐主播，现在的技术下滑比较严重了，但这次天赐挑战单排100连胜成功，也算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小伙伴们有看过天赐连胜直播吗？